大家好，我是李雪莉，我是报道者的总编辑。报道者是一个非盈利的网络公益媒体。在这三个年头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发现调查报道在台湾的社会是越来越被肯定。我们很强调的是一个公开分享的精神，我们有些文章也会翻译成英文，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，也希望你能够来拜访我们的网站，然后给我们很多的鼓励和支持。